看这一句，这里他说哈，这个0.1A 啊，20伏特，100伏特，我们最主要是看这个100伏特了，就是说哈，这个这个小电灯泡的话哈，你把什么呢，装到这个100伏特的电源上面的话，它流过的电流是0.1A，不过我们呢就只看这个100伏特。他说工作呢，一天啊哈，工作6小时。他工作30天，那这样子的话用电多少度了，那他100伏特嘛，那100伏特的话呢6小时是几度，这个呢他的功率哈，功率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，是等于 IV 嘛，所以呢这个小电灯泡他的发光功率多少，就 0.1 他乘以了100，所以是等于10瓦，啊，十瓦的话工作6小时，所以它的呢那个这个电能是多少？10瓦特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0.01的千瓦，啊，再乘以呢6小时，哦，啊，再乘以呢30天，哦，一天的话哈，它用了几度呢？用了0.06度，哦，零点零六度，一天用0.06度，乘以了30，就0.6哈，乘以3，1.8度了。所以一个月哈用1.8度，啊，一个小电灯泡。所以答案应该选多少呢？应该要选这个 A，1.8度了。